有一点，我也紧张，我想说，真的没有去让文娟这样子唱。OK。其实很好听啊，帮我唱歌。没有，因为我光每次跟我一起唱歌的时候，然后我们都觉得，就是大家可能在聊天的时候，光我们默默在那边唱歌，然后他唱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空，就是有点空灵嘛，是叫空灵吗？对，就是默默的，就是一个背景音乐，然后因为他声音非常的适合唱这个，就是很轻松的歌。所以，谢谢大家。你要唱那个另外一首吗？其实我们昨天说服他很久，就是希望他也唱这样，因为其实他唱歌是他的声音很有那种很纯真、很纯洁的味道。哎，我要看哪一台？纯洁。对，就是很纯洁的味道，然后有一种就是很纯的 pure 的感觉，然后他声音还蛮高的。那所以像我跟森。